说，不要乱。左手掌刀，出击左肩，但是左师长，署长，为民做主啊！为民做主，为民做主。处置不公，天理难容。父老兄弟姐妹，白氏一族无论新老国人，都是秦国的功臣大族。几百年来，无数白氏子弟为国效命疆场，骂革国师。秦国农耕，白氏新国人奋发耕耘，无愧于秦川农耕之楷模。但是太子滥杀白氏34口精忠，若国府处置不公，老三族便会反出秦国。对，公族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本左庶长依据新法法度出令处置，要给新白村讨个公道。左庶长未央令，依据新法，太子少年尚未加冠，免去肉刑，处罚如左。其一，太子必须亲披重孝，为新白村死者送葬。其二，新白村丧葬用度，死者遗属之抚恤，全由太子府库承担。其三，夺太子全部封地，并罚10年俸金。其四，太子
班，罪己书，将其违法作为，昭告朝野。太子少年，难道就没人管教吗？论政台今日重开，总长是乡里子开宗明义。墨家论政，除恶扬善，今有秦国国君赢渠梁来我墨家总院申辩国政，持论与墨家评判相左，今日对天论政，明是非，定生杀，赢渠梁可任意申辩，孰是孰非，墨家自有公心评判。且慢，墨家素来以兼爱教人，为何需要奴隶啊？愿闻说辞。赢渠梁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无论何人，需要奴隶都是复辟旧制，自甘沉沦。赢渠梁大胆冒险！赢渠梁大胆冒险！哼，如此做派也算是墨家论证。赢渠梁，此人是酷吏未央之卫士，墨家叛逆荆南，荆南受命下山，不行正道，甘做酷吏鹰犬。墨家诛杀未央，此人不但不助力，反而给未央告警，后又擅自进入总院为未央说情。按墨家律条，叛逆当斩。荆南既是未央的卫士，便是秦国的正使。赢渠梁跋涉来此，正为澄清是非。秦国变法果真暴政，赢渠梁甘愿引颈就戮，绝不偷生于天下。国家是非，质询国君是正道，岂能随意牵扯，使一名卫士受此非人折磨？墨家以兼爱为怀，当立即放开荆南壮士。秦国之事，赢渠梁以国君之身一人承担。放了荆南，请来入座。谢过乡里子。荆南壮士，请受赢渠梁一拜。赢渠梁，秦国不是暴政，为何勾结游侠，袭击墨家，嫁祸墨家？举心邪恶，二作何作？举心邪恶，二作何作？秦国虽然是贫弱，也有部骑二十余万，如果要袭击墨家，何须勾结天下游侠？加上此夺礼，我等亲眼所见，岂能游侠？此事容我查实，真相大白之日，秦国自有公正处置。事实俱在，谈何后查？赢渠梁离开岳阳，分明是有意逃避恶名，刻意迷惑天下。大伟大奸，岂能在墨家得逞？真相何在？说！真相何在？说！押人犯，押太子首富、太子右副进场。公子虔指领太子首富对太子施教施奸，致使太子乱法杀人，
今依秦国新法，处公子虔一刑，罢官罢爵，夺其封地，太子幼父公孙谷同负失教失奸之罪，处秦刑，罢官罢爵，夺其封地，留陇西大山。来吧，灵前的眼睛睁着呢。魏阳，灵前的眼睛睁着呢。胆敢擅闯墨家，墨家老友，老夫来也。江离子，别来无恙啊。白离子，敌我为民，庶无礼。我等不速之客，只为民事而来，敢请江离子明定城市。方阵就坐。白离子，请就坐。白离子，玄奇在此，要否？公事不论私情，江离子尽管照章行事。好，继续论证。邓灵子师弟是受袭当事人，主持勘问。尔等既然自称袭击墨家，必是蓄意而为。各位何方人士，如何与暴君勾连，陷我墨家于不义，从实供认。在下侯莹，是魏国白氏门下总管。这位是白圭大人的公子白雪。这位小哥是梅姑。岳阳，我公袭击墨家者，是我白门所为，与他人无关。岂有此理！白门经商谋利，墨家治学行义，风马牛不相及，利害冲突，岂能风马牛不相及？望各位先生容我一一道来。秦魏相邻，秦国商事乃我白门商家之最佳区域，其中根本更是一目了然，那就是秦国贫穷，商家无以伸展。如今秦国变法，奴隶除籍，井田废除，重分耕地，民得买卖，而且激赏军功，惩治平民，举国上下一片生机勃勃。如今的秦国，无论官府还是庶民，财富需求都大涨。当此之时，正是我商家谋利的千古良机。可是
你墨家不知世情，不明潮流，竟视变法为暴政，视变法大臣为权臣酷吏，必欲杀之而后快。诸位想想，秦公与未央一死，秦国必然旧制复辟，商事再度萎缩，民众重新穷困，财货周流必然再度没有出路。如此一来，我白门商机又将失去。试问墨家若是白氏商社，又该如何？哼，一家商社能聚数十名一流剑士，从事贡任，究竟何方英雄？方今大争之势，举凡大族商家、门客剑士数百上千者，不知有多少。我白门在列国生意很多，商旅迢迢，山高水远，不但一流剑士数以百计，还有步商马队数千计，足下觉得奇怪吗？既有剑士，便该堂堂正正较量，为何纵火铁房嫁祸墨家？那是我白门不愿意墨家杀人为仇，只想将墨家赶出岳阳，故不得已而为之。至于纵火铁房给秦国带来的损失，白门自当谢罪赔偿，与墨家却无干系。好，此事就此了过。敢问百里子到此何干呢？老夫半生云游，深受你师墨子兼爱学说牵连，逢人皆是友，没有老夫，他们又怎能进得了这神农大山？另有一则，我是听说墨家受阻，特让老夫捎书据此，共期一议。谢过白里子，请放心，我会亲自交给巨子。岳阳事端已经清楚，论账应当继续。依法行刑，更当依法赏赐。县令。新百里族人勤耕守法，国府特赐令匾一幅，以为国人楷模。对秦国变法，新百里死者有警示之功，皆以战死记功，各自爵位一级，由其长子长女承袭。族长白丁为民请命，赐爵一级。新白村梁父免去三年。亲赴吊唁，老人家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左族长，你是新国人，再生父母啊！收走！收走！
谢客，老夫也不临朝。把它拆了。秦人惯于举足械斗，每每死伤遍野，戮渠皆毁，无法耕作。当此之时，不杀械斗之凶犯，不足于平息民愤，安定秦国。墨家只知道渭水绝行700多，可知道裹入仇杀械斗者多少人吗？10000多人。其二，渭水绝行是依法杀人，法令颁布于前，提民犯法于后，明知故犯挑衅国法，岂能不按律处决？墨家作为一个学派，尚有法度律条规范弟子，秦为一国，岂能没有法令行杀？墨家听说是行事周延，能否举出不当杀之人呢？明示赵抗，杀之何罪？说赵抗何罪？说赵抗何罪？赵抗是老秦世子，我本寓意厚望，唯以秦国第一县令，谁向他逃避职责，使梅县大乱，波及朝野，不杀赵抗，立志无存。莫非墨家也以为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庶人，只能行杀数名百姓？赵抗所反对的是未央害民田制，秦国肆意毁田，逼民拆迁，致使万民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我问你，赵抗反对，何罪之有？废井田开阡陌，千古大变，分明是有利于数名百姓，墨家却处处颠倒看事。足下既曾入秦，为何只着眼于一两个名士遭遇，而不到山野听听农夫们如何说法？丁徐良，秦国新法要焚毁民间诗书，当作何说？那是尚未颁行之新法，不当在今日论证之列。未颁法令，正是未央暴政之要害，莫非要等到未央焚烧诗书，坑杀文明，既成事实，墨家再来管吗？无论何道治国，都应敬重类似文明。未央变法，竟要毁灭文明根脉，危害更烈，实乃愚昧天下，狼子野心。多少年以来，秦国穷弱之时，山东士子从来不入秦，而今变法掀开，贫寒稍减，六国士子商旅开始纷纷入秦。可是也有许多山东士子商人以游学经商为名，实则秉承该国秘密使命，破坏秦国变法。他们以诗书论学为名，散布流言，乱我民心，勾连士族，重伤变法，图谋使秦国民心溃散。当此之时，又恰恰正是战时刑法，查禁谏言，焚烧禁书，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，何关焚毁文明之罪？秦国尊奉法家治国，厉行变法之道，莫非法家就不是文明吗？只有王道诗书才是文明。林曲良，未央是焚毁文明的主凶，你甘做同犯吗？你只要除掉未央，还可救药，否则墨家将呼吁天下共讨秦国。不杀未央，共讨秦国。不杀未央，共讨秦国。墨家要我除掉未央，此乃拯救文明之举，也是洗刷秦公恶名的唯一途径。英渠梁进山，本为崇敬墨家论证求真之精神而来，不想今日所见所闻，竟是一般徒有其表、以势压人的天下学霸。暴君大胆！暴君大胆！何为徒有其表？何为以势压人？秦国厉行变法，初见成效，如此大功，舍未央其谁？未央一介布衣，身怀救国救民之志，机心无二虑，进攻不顾私，披荆斩棘，刑法如山，
此何等才华，何等胸襟，何等胆识！相比之下，墨家愚阔武断，是非不明，隐居深山而远离庶民，于国于民何曾有过温饱之助？自命就是，却只着力墨守成规，抱残守缺。反之，对未央这等真正旧世之才，墨家却横加指责，肆意抹黑，必欲杀之而后快。如此偏执，如此狂妄，如此狭隘，岂非徒有其表，岂非天下学霸？墨家见朕，诛杀暴君。赢渠梁谢过诸位，此乃秦国之事，与魏国商家无关。秦公，此时不分你我，这等强横学霸，天下共逃。大义当前，我等与秦公并肩死战。如此纵使一战，也觉索然无味。护法殉国，赢渠梁死而无憾。拿下赢渠梁，就地正法。秦华黎，你当真死了吗？好，不愧王者气度，看来人间要有新天地了啊。秦华黎，你搞什么名堂？这算是论证台吗？老百里呀、啊，烈火试玉，金铁千锤，你这还不明白吗？赢渠梁见过墨家巨子。老夫纵横天下数十年，不想今日遇功，实在欣慰呀、啊。向李琴，撤去论证台，设论学宴席，与秦公并诸位贵客洗尘。巨子万岁！巨子万岁！巨子，玄奇呀、啊，老夫亲临论证台，试探真伪，是你逼出来的呀。我你身负处罚，却敢冒险带赢渠梁进入神农大山，上头方又据理力争，无怨无悔啊！玄奇小师妹，等如此为一人死心辩护，老夫能不出来吗？啊，老师。来，诸位贵客亲朋、同门学人，从今日起，
墨家与秦国不解兵事，言归于好。墨家子弟要勤访秦国变法，增进学问，为秦公临临风骨，为未央变法出声，为诸位高朋远来粗茶一碗，干！万岁！干！你想必是担心君上了，我去神农山吧。哎，这是我的指示，应该我去。你去，我就不和你争了。吃饱再走。好。路上一样吃。带一个百人马队，见机行事。有消息快马回报。嗨，左署长，这民乱已平，下一步该如何走啊？左署长，有心事？两位说，秦国变法还能不能走下去？左署长何出此言呢？秦国变法现在正是顺风顺水呀。左署长是说公子虔他。公子虔明大义，他宁可救刑安民而不生乱，他有什么呀？主请见。不见。公主说太后有话。不听。长公子，自今日起封闭大门，任何人不许从正门出入，府中人等不许和任何官员有任何来往，胆敢迈出府门一步者杀无赦。嗨，公主，长公子谁都不见，请回吧。哎，启禀太后，太子乱法事件已经平息，臣谢过太后支持。未央啊，坐了说话。臣遵命。未央啊，老身不想与文国事，我只问你一句话：迎前受刑罢黜，公孙流放陇西，太子惶惶戴罪，举国士卒晋升，
你不怕吗？臣不怕。变法之难在野，变法之险在朝。有史以来，变法家无不死于士族政变。要深彻变法，便不能畏难畏险。老子云：“您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”臣借老子之言，变法不畏死难，奈何以死难惧之？动不动一个死字，不好。胆子正，有主见。好，左处长，我给你举荐一个贴身卫士如何？谢过公主，我有荆南，他会回来的。两个也不多，一个足矣。四吧。小女少娇任性，你不要与她计较。公主少年英风，臣甚是敬佩。她要成人，还要跟你多学学。臣不敢当。什么敢当不敢当？太子有太子父，公主不该有个老师吗？太后笑他了。臣告退。请起，说哪里话？怎么样，腿好了吗？好了。佩伯，这是百里老人的孙女，墨家玄奇，你见过的。哦、见过玄奇姑娘。老伯多日不见，玄奇有礼。佩伯，荆南，要么你们先回岳阳，我两三天之后就回去。要送吗？你事儿多，回去算了。墨家要到秦国去访学，我不得回去安顿安顿。啊，荆南应该回去，老臣就跟着君上。嗯，也好，荆南，你回去吧，转告左署长，所有疑难的问题等我回去处理。国君大人，慢点。嗯，好吃。吃完以后啊，还得再来一碗。吆喝什么？寸汗似的。寸汗怎么了？一个老妻，一时污。
下面什么来着？冬来火烫，春来。春来什么？春来哭啊。这词不好。春来哭什么？暖洋洋，饿断肠，还不哭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难怪孔夫子没有把他编进诗里啊。还说村汉好吗？叫我说啊，还是好啊。村汉有吃有喝。哎，慢点慢点。你慢点。再来一碗。好。悬崖不落马的失望，悬崖。